算你狠。我来了。早就让你打住，让你打住不听。现在知道什么叫撞南墙了吧？什么叫死去活来了吧？什么叫飞蛾扑火了吧？不知死的小花痴！我都已经心碎成这样，你怎么还说我呀？不能安慰安慰我。记住，90%的安慰都是假话，不要也罢。现在怎么想啊？我退出，裸退，太他妈没意思了。那个破电影看得我一个劲儿的绝望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秀恩爱？你就真的有那么想爱吗？就算没有，打个对折你也插不进去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他们分开，你插进去，跟陈修峰这种假洋鬼子过日子，他们的圈子你搞得懂吗？在那些留洋的太太团里，你就是一小三儿，一个身体，一团年轻的肉，他们矫情着呢，动不动就说英语，资本、风投啊，融资啊，你听着懵，看着傻，怎么进去的，还得怎么退出来，迟早的。我懂，退出。我现在是真想大耳刮子抽自己，我怎么那么傻呢？看那电影吧。吓得我那么多，还觉得他们特般配。你说我是不是特缺心眼？确实缺了点儿，不过这都不重要。年轻人嘛，做不成的叫傻。